梯度比较短，合理的，因为它边它比较短，那你就会有阻力嘛，那你就会就是 B 算的话是比较好一点。现在缺一个东西是什么？绝对时间。你其实要记住绝对时间，就是说，你从。因为是数位，所以不是很稳。但他，你可以看到他还是有在追。他就是想象说太阳能板在这里，然后他如果过来的话，因为就是他主要，假设我到这一颗，他就觉得这是不对的，他应该要把它转过来的。对，他最后控制的目标是要把这个为一，其他的为零，其他的光明电阻调成零嘛，那他一定要这个是一嘛，就是因为太阳能板应该要在这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最后他就需要等，需要等到说，来好，我要下一遍，你下一遍，重新线那边，你的发音你很好，你的发音是，因为你不是专业的，对，我知道，所以我们是故意一定要用电脑做，对吧？你的发音就是他发音第一好，发音好最好记，就是在后头。就搞了，就直接他自己就没空管他了，对，不用管我嘛。不过这个就是一个练习而已，对不对？哎，是成功了。他这边那笔。数位输出有八支，可是我这边 input port， 所以我只有抓那个 MSB 那边的高位元的是四 bit， 然后这个是输出只有两支，就是两个指令，就是一零跟零一可以正反转，然后就是类比，然后类比你往这边转的话就往前走，往后走。哦，啊，因为它那个前进后退没有，因为很快。对。所以就是，然后我做八是大停，不然的话它不会停，很难停。那等于是说用的，它输入端是这个嘛？用一个电阻，可变电阻，可变电阻控制分压给电脑去抓它你转的值吗？对。然后根据你输入的值去判断说这个车子它要往前转还是往后转，那它有个控制指令给这边的这个电流的开关电路。然后控制它的前转跟反转。那最开始他是想要做倒单板，理论上你如果把这个可变电阻上面接上一个重锤，对不对？那如果重锤往这边倒，车子就会往这边追过来，它重锤又会变正这样子。那重锤往这边倒，然后你车子就往后开，重锤就变正，那到最后就变成这样。不过还差一步啊，不过已经做得很好，很接近那个就是。可以用的状态，好吧，就这样。